昨日9月2日下午，美国媒体曝出京东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嫌性侵被明尼苏达州警方逮捕的消息。据悉，刘强东被逮捕时间为当地时间8月31日晚间，后于9月1日下午4时被保释，期间约16小时。外媒报道截图，网上有媒体曝出的刘强东被拘照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随即在网上引发热议。9月2日下午，京东发声明贴，趁此举系失实指控。京东方面表示，刘强东既在美国商务活动遭遇的这一指控，并强调警方调查结果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将对网上不实报道给予必要的法律行动。京东微博回应，